我们上次呢，特效有讲过的，对不对？特效就是两个中间的哈。那特效说真的，其实有很多啦。这里像你刚刚看到那个有一个翻页的那一种，那个好像是在底片这样子的。不是，相簿，有没有？这个啊，就在这里面哈。所以说你要有翻页效果，你点到这边丢进来，那你就可以先 play 看看。这个不是。我丢错了吗？翻转，点到它，怎么跟上面图不一样？应该是这个应该是相架，那你可以去自己指定嘛。好、它要怎么翻？由上往下翻还是由上往下翻？由下往上或者由左右都可以哈。那么你这个如果万一不要，你就按比例头跳跳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其实。所以你在这里面，你看我们刚刚做的，刚才所看到影片，最重要有一个部分就是复叠。复叠的部分，你会发现呢，你只要进到这边来，整个时间轴有没有发现不一样的？还有时间轴就不一样的，因为你已经长大了，不能再用这一种幼齿的。这样了解吧？因为这个是比较简单的。好，那比较标准的编辑程序其实应该像我们有图层的概念一样。这样子，那你原本的影片呢会放在哪里？会放在这一层。好，然后呢叠在它上面的是在这一个，所以在绘中会有点跟我们平常用的那个软体不一样，就是我们其他软体都是在上面的图层就叠在人家上面嘛，对不对？那绘中会在边导，最上面这一层是最底下那一层，然后呢这一层叠在它的上面，这一层又叠在它的上面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那它最多可以叠几层？最多好像可以叠到七层。那新版本当然可以叠更多，可是绘声绘影这边呢，它并不太适合说一次拍太多层嘛。第一个速度比较慢，第二个你要编辑也不好编辑。所以呢，如果万一你觉得一层不够的，你可以从这边来，有一个轨道管理员。好，轨道管理员就把它点一下，你喜欢最多有没有到六个？好，最多到六个而已哈、所以你可以把它来这边。做一下，那标题最多也可以两个哦。好，那你看声音还有什么？语音跟折的音乐，语音一般就是讲话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或者折的音效的部分，那音乐轨就是放背景音乐的。好，那当然这个你不一定说一定要完全分开了哈，你可以自己决定。好，你进来里面之后呢，这个时间轴可以稍微缩放一下哦，你看可以像这样缩放一下。如果你要帮它做个附点，你看进来这里，你会发现。附点里面这边有一个叫装饰，你们当有看到一些东西上面就有带框，你们刚刚有没有看到这个？有没有？你看要把它放进去，有没有叠在里面的？对不对？那这个就是这个框，事实上就是这里是透明的，了解哈？那其他的也都一样，你看这个有镂空的，如果一样可以套进来，这样就有一个镂空的效果。好，那另外呢，像这个也都是啊，你看你把它点进来，对吧？好，所以你可以很方便的，就可以有一个就是叠在上面的效果。那你如果只是要做标题用的，它下面有一些，好，你看像这些有没有？你把它移到下面来，就可以先看看套进去的样子。那这个是其中一个外框，那么另外它有一个叫物件，物件这个就比较静态的哈，有点像我们在哪里？在那个 Photoshop 啦，还有 Photoshop 里面啊，像你的图库有没有？但是去不好，类似像这种，比如说这里有气球，你就丢给他咯，气球就进来了，有没有？这样了解哈。另外上次呢，像各位那个，除了这两个还有什么？这是动画，上次有打过人的有没有 ？PT 啊。讲不是放在电子书里面吗？实际上那个都一样哈。你这个你拿过来，看你要对准谁呢？这样好像不太好哈。把它拉开一点，时间轴你拉开一点，你可以移动一下位置哈。好，它不让我们看，我们就拿过来。你可以排队啊，你可以排队上看啊，你排队一下就看到了，好像应该是有对准的。没有对到，好，
好，那你其他呢？其实像这边呢、啊，拍拍手啊，还有蝴蝶哦。一个转场完，我、哦、这边现在播比较慢了啊，会变变的，还有蝴蝶变慢动作了。对吧？这边好、哦、都有一些动画，但甚至呢，你看刚刚那个蝴蝶，那是这个。嗯，对啊，不知道为什么蝴蝶那么慢，因为这个拍拍手，这个都这个偏慢动作的哈。哎呀，你刚刚在影片里有没有看到这个？这个箭头啊哈、哦，那所以像这些你都可以拿。那事实上呢？它也可以用在哪里？影片上我们可以把它叠一个东西进来啊，你看哦，这个看会不会变慢动作？还好，不过还是比较慢的。你现在看到这个景还是比较差一点，好，所以你可以像这样在影片上加入一些效果，这样你的东西就会比较丰富一些哈，比较不会觉得说，哎，好像，我看看啊，这个是照片的。让你了解吗？好、啊，所以其实蝴蝶是在主要是做类似像这种，那也可以做什么子母画面？子母画面，我们电视上不是常看到子母画面吗？记者，然后旁边就一个，怎么一个？那你要做两个、三个，事实上都可以啊。所以你也可以把像我把这个，我把它拉上来，把它拉上来也可以啊。你看这样有没有子母画面？对不对？好、啊。那你这个呢？一般来说，我会在这边再加上一些边框，这个框在这里，有点框会看得比较清楚，会像这样。啊，播一个就播不动了，还要播两个吗？对不对？哈、啊，像这样就会看到所谓子母画面。那当然要看你用在哪里。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可以做区别用的。好，去各问的，我们下次有机会再给各位拍影片，去对，看你要飞到天上去，还是要做什么？因为其实我们一般看人家拍片，最常用就是所谓蓝幕跟绿幕，那我们会把那个蓝幕带来，让各位同学去拍看看，拍完了就实际拿到对身后里面去对之后，就看你背景要放什么，啊，有点像我们在看那个气象报告那种感觉。好，时间大概还要新闻啊，那主播在前面，对不对？那后面呢就换成你想要去的那播报的那个背景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可以哈。好，所以我先大概把前面我们刚就是之前用到的几个这个，好，然后再加上特效啦、蝴蝶，先跟各位再说明一下。那么你可以先去看看，你记得你进入蝴蝶以后，你的时间表会自动切到这边来。那如果你要一定要切回前面的也可以，但是你就会跳回到前面编辑这边，好，所以说这个进到副底以后一定会进入标准的时间轴模式，好，那我就把它们还给各位。